果嚴格嚟講，你又揾唔到話點樣梁振英即係特首影響到。其實睇翻梁振英係有七個嘅校委，係即係直接委任七個校委，即係直接委任七個校委，即係直接委任七個校委都係喺港大校委會入邊嘅。你第一个问题讲到咧，就话梁振英委任嘅，你知唔知里面有几多位校务委员系阿梁振英委任嘅？入边有六加一个啦，即系就系有六个委员系由梁振英委任啦，就系有六个委员系由梁振英委任啦，就系有六个委员系由梁振英委任啦，同埋有校务委员会嘅主席都由梁振英委任。瞓醒未啊，靓仔你？先就委任呢个卢颂茂、李国章。跟住咧，卢颂茂系佢哋学教职员选出嚟嘅。卢颂茂系选出嚟嘅。啊，你真系啱啦，系。点解你咁唔知手嘅？事后错曾记错，也去天气，底蕴也差，落错。